你看每一个现在最重要的来啊，这是咱的本番淡水平南西，是由着咱所有技术人员准备，为了咱家己啊，咱的所在来做陈列。来，欢迎我们淡水平安师，由我们的荣誉主委李世进荣誉主委带领了我们所有的执事代表以及如下众弟子。传递少年来脱帽哈，请吉祥拜，再拜，三拜。天文岁出贵宝年五月七六日，粮食今日淡水平安山庆赞着咱清水。啊，清水岩、清水祖师、圣诞千秋、平安廖敬台等，两是今日赢得咱淡水平山足技术人员，叫用咱本华风俗达摩祖师开的龙凤布神旗，你看祈求处处活动廖敬，所有人员一切平安顺遂，两是今日就是庆阳，恭迎圣前行三拜的上香拜，再拜，三拜。请上香。再行三鞠躬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行掌声鼓励。再次感谢咱技术人员辛苦。老乡辛苦哈，咱一路上对着咱老健哦的队伍，有个咱淡水平安山吼，咱说咱。敬献的咱所有咱的顶头，为了咱今这个呢，咱的淡水大拜拜呢，大家呢都融入在其中。其实每一年呢，每一年哦，咱淡水大拜拜的时候，咱淡水平安山哦，都是在此地来搭设来庆赞的红毯来啊，恭迎咱的清水祖师与咱的达摩老祖哦。那当然呢，在这个咱的日访的时阵呢，咱有真多，咱呢参与咱今仔日献书，咱作为顶。好，好朋友哦，大家一路嘛是辛苦啊吼。咱拄仔看到火车，我甲你讲，头前迄台插着咱平南山的西头，这是一个花艺的表现。是。看到咱淡水平南山达摩祖师圣驾，啊，看到都是咱的绣布的表现，这就是我讲的富人人的工作。啊，是啊。是。啊，一针一线慢慢啊绣出来吼。六杠新功秀珍陈志安嘞，这个都已经纳入到哈我们国家艺术文化了哈，是是啊，很多呢也有得到新传奖，然后是豆刀，用起来麒麟的样子，是，对，就是要。给小朋友平安的，咱就去帮他做贵龙。小朋友你请的，是啊。啊，大领就是咱当当机的请的，对对对。咱一个吼，咱身边哦，咱的服务的机心呐吼。是。尤其是王爷类的机心吼，有真侪拢有排这个咱的渡渡渡吼。对对对。啊，咱淡水平安山，啊，咱家己的顶头，啊，看到嘛是咱的台湾本土狮，咱的哈巴狮。哈巴狮。西头拢金的咧吼，而且我有发现吼，咱这个哈巴狮哦，跟其他咱的包括狮、哈巴狮、无同款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嘴巴的部分哦，是有那有感冒？感冒啊，哎，感冒啊，咱就是传统的这个手工文化吼，来去做的。不过现在即马拢是用迄个绑啊的部分，对不？是。咱较早出侪物件拢是灶卡内底有诶物件，摕出来用诶，对，是真正，这是真的。你著去灶卡找看有啥物物件会当出来真对。出来是咱金龙团的部分，咱拄仔讲诶龙钉啊，龙钉还是龙钉，拢会使啦，龙钉、龙钉、龙钉。立标，好，拜托一下，大家艺术搞得好吼，艺术搞得好，感谢。
好，咱简单做一个参礼就好。感谢咱所有龙镇咱的辛苦的人员，啊，大家辛苦哈。谢谢，好，咱龙镇的表演哦，感谢。好，咱所有咱淡水平安西，咱的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大家注意听，咱甲后壁的镜头讲一下哦，简单就好，好、哦，简单就好，感谢。谢谢谢谢哦。啊，所带来看到的是咱宜兰劳动嘉兴团。嘉兴团头前，这嘛是咱传统手工艺。是啊，你看迄、那个伊个钉哦，迄、那个钉子哦，嘛是啦，这嘛是咱的木质雕塑哦。欢迎这个糕点嘛是同款哦，非常的舒服。这个会拿锅给。来，经过的哦，经过的哦，经过的哦。来，谢谢谢谢谢谢，来注意安全。哎呦，我们那边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那就感谢，那是咱简静丽老师伊个后生，啊，感谢，辛苦了哦。一天乐器干无同啊，也是叫电风，叫电风扇。咱看到即摆是咱的四海龙王，是，就是咱东海龙王、南海龙王，是，咱的西海龙王叫北海龙王，是。这嘛是喏，要来庇护着咱所有龙华种地主吼，无论是咱东西南北方吼，大家拢会当事事无灾，会当平安哦。安尼讲吼，事事无灾，看四方财，啊，五方五路的钱拢赚得来。是啊。是。来恭迎恭迎咱槟榔西风俗，啊，咱北极先天上帝，啊，这是咱百龙的亲民啊，是，咱的技术人员。来做恭迎槟榔西风俗，北极先天上帝，本来感谢咱所有举办人员，大家辛苦。来，这边就是咱淡水平安山吼，咱本段的咱的恳天上帝。那恳天上帝呢，有一个人嘛，称呼伊叫上帝公吼。上帝公是，阿妈讲地下公是是。好，咱叫班人员大家辛苦吼，咱简单就好，好简单就好。
来在厝破声，感谢咱在厝边西，咱所有叫班人员，谢谢谢谢，感谢蛮感谢咱。啊，咱一般咱来叫班会吼，伫咱来拜堂的时阵哦，一般拢来听咱三。小三。啊，来咱来扫个地吼。来上边边啊，咱来牛会。简单就好哈，把咱顶头念完简单就好，咱参内就好，后尾喊班了 ，OK。哇，小朋友，要得咱的歌顶，是咱的关就是咱的真神将军的咱的顶哦，我有发现，而且咱小朋友开挂面哦，开虎面呢，是啊是啊，好可爱哦。男生开虎面就觉得是这小老虎，是女生开虎面就觉得是这小猫，小猫，我都想要跳喵喵喵了。我们一起学猫叫。好，咱直接要来做杠型的医生。是。我二姐，你跟我问讲，有在比如无阿面顶会插香，就是咧杠型。是。是，今摆要来做杠型的医生。那有真侪朋友是讲，那是啊，那也是伫咱家做杠型吼，因为这是咱淡水平安西吼，咱的顶头之一嘛，所以来到咱本段来做杠型的医生哦。所以呢，很多人没有看过降神的仪式的话，刚好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来看说吼，不管是家将或者是官将手，他们要出发的时候来做降神，就是请神的意思哦。怎么来进行的哦？你那就是咱五月一号的时阵，伫新庄大拜拜，伊这个称呼叫做寒班，寒班的仪式。挂班嘛。对，但是咱伫外口面，咱来讲，讲叫做请神降神。是。哎，咱一位一位的称呼嘛，无同款，但是做的物件是同款的。对。然后呢，意思代表的也是一样的哈，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哦。啊，然后说法不一样而已。好，咱开面，咱咧跳观众秀。哦，先静心了后再来开面。是。开面了后会来穿着装，就是咱讲的穿装备。是。穿装备了后，摕着咱的手提了后，派来请神。即摆你做这就是请神的仪式。是。仪式做出来了后，再有来做咱的跳班，咱的各项表演。嗯。所以它有一定的程序，来南贡以现代来讲叫 SOP 啦哦。对。它有一个 SOP 在跑哦。今摆咱的大神人啊，嘛有北家将嘛有，今摆咱的观众秀嘛有，是。你敢知影咱布地喜红啊，布地喜就是啥？那你做现场的嘛爱猜两尊，下凡将军，伫咱的后台。伫咱后台。是。这是我迄天去新民镇布地喜看到的，啊，佫有去咱啊台中咱最有名的咱这个龙舟，啊，伊讲做现场的后壁爱猜咧下凡将军。安尼影响较袂跳针，你是很乖乖啊！哎呀，乖乖。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进行我们观将手一个请神的一个仪式哈。然后呢，请神仪式之后呢，现在你有看到呢，我们的现在要有用什么？有那个香哈。拄好是来蒸，对，今摆要来请，对，还来插着咱的香。来，一般吼，咱来看闹景的时候，拢已经是已经请神完之后，大家看因咧跳班咧闹景啊吼，所以哦，鲜少有看到说吼，一开始呢在做这个请神的这个仪式哦。来无啊，拢来射金，落假金。嗯。然后关将手最重要的是到三点金。三点金。对，因为上个就是目睭才两点。嗯。啊，然后个头一点。头三点金。
这是上重要的。所以即摆大家看了，咱迄个金是设伫啥物所在？设伫个头壳顶吼，就是个头盔内底。是，而且伊咧画面就不简单嘞、嗯，你来看，这都是你拄仔看面部的展现。是啊。来准备要来请神咯。感谢咱球迷观众秀，欢迎咱的祝贺声。那他现在呢，就要随着咱党最短拜拜哈、哦，我们的绕境的队伍呢，一起呢参与今天呢整个绕境的。真的是大家都有眼福啦，是啊，非常难得哎。在五月一号的时阵，在咱的新增地总安的时阵，才拄啊表演一届。是，今仔在现场阁恁看一届。我你平常时你也要看这个仪式看袂着，看袂着，看袂着，因为这种家己人哦，你看到的时阵，咱拢已经伫笑哩了，装扮好来到现场啊。对，是拄啊好今日，咱的张嫂是咱团结平安山，咱嘛对着咱这组咱陈水岩做了了敬，所以咱看到伊降神的仪式。是，咱怀念的不难吃，咱的好难吃。戏曲表现，哎，咱家己的歌仔也较少的，歌仔也较少的吼，涂骹爱扫。哦，头发爱扫，头发壮也较少者，感谢，谢谢。水哥，头发壮也较少，也较少的，外口个也较侪嘞，这里边爱扫啊。哦，头发壮是幺岁，头发壮是麦芽，是麦芽。
小鲜肉都在这边，台北碧月社，碧月社，你看错，那说的那苏鹏哥吹的都是小鲜肉，都是小鲜肉。真厉害，对不？小鲜肉。我喜欢小笼包。小法团，这东南的小法联谊会都到位啊！这非常难得哦，真难得哦！这在咱淡水大块办的三万多，哎，最近在咱淡水平来西路都办着哦。总共拍六十支啊，六十支。现在咱们来感谢啊，台北联谊会啊，咱的亲友小鬼，下面来泡阵着咱淡水平安山，
咱淡薄做出性格，然后是今日这次来感谢的咱台湾联谊会，咱的小鬼来泡茶，再次感谢。欢迎来自全省各地，我们所有的爱好美妙会所有的信徒们，大家呢凝聚在淡水的地方哦，大家呢共同来恭迎我们清水祖师爷达摩老祖呢，大家能够在此地呢共度呢，来同感这个神恩哦，欢迎现场好朋友，但是呢。